就咱班啊，今天校长当着全年级老师的面点名批评我，这张脸虽然你丢尽了，郭佳丽你给我站起来，还拨了你的头帘呢，回家给我剪了。老师，我脑门蛋，我得挡着呀。你脑门倒是挺大的，你智商是不是低呀？全学校都知道今天中午检查仪容仪表，就你天他妈得去厕所给我抽烟去，让您主任抓一整扎。你还知道害臊呢？你小姑娘，你不要脸，一天到晚的不学习不上课的抽一嘴大黄牙，我看你啊，完蛋操！魏天意，别乐了，你给我站起来。全学校今天就你没穿校服，怎么着显得你美是吗？你与众不同是吧？你青春靓丽是吗？我校服落家里了，没带，所以才没穿的。你怎么没把自个儿落家里啊？老师，魏天意他带校服了，就在桌斗里呢。啊，还学着说瞎话了。我看你们班臭鱼懒虾一个二个的，不爱上，明儿都退学去吧。那我只没穿校服，乖里还抽烟呢。你不抽是吧？我抽我也没被抓着，谁跟你似的呀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呀？都闭嘴吧，一会儿把家长都给我叫过来。